7月19日晚，崔始源在微博晒出与彭于晏、林超贤等的合照，并配文：“温暖的家庭聚会，豆香你在哪儿？”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彭于晏，在第一时间转发了这一条微博，并和崔始源一样艾特了豆香。网友看到这一幕之后，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这几人在2015年一同参演的电影《破风》。如今已经过去3年的时光了，什么时候这几名主演才能够来一个大聚首呢？大家是否同样期盼崔始源、彭于晏和窦骁这几个人来一个大聚首呢？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